这里是一个月之后的我，应该说是一个月比较之后的我。那在一个月之前的身材呢，你们都已经看到了，确实过去这一年呢吃的比较多，运动量比较少，再加上不得不承认人到中年新陈代谢缓慢，但是我对自己到底胖了多少没有什么概念。突然有一天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准备减肥。不过这里也要小小的防杠一下，我减肥并不仅仅只是说肉多肉少的问题，肉多肉少只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对我自己来说，真的能下定决心还是主要在于精神变差，体力变差，爬三层楼到第二层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我才三十多岁而已。所以对我来说，减肥也并不仅仅只是身材，更多还是因为健康，只是说身材的变化是大家最容易看出来的。于是我找了教练，一天打拳一天举铁。我之前陆陆续续有在学拳击了，所以一些基础的动作我还是会做的，不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动作并不是很标准，而且出拳很慢，力量也不是很够，每打一会儿会儿就已经气喘到不行了。为了加强减脂效果，教练安排课程基本上在中间穿插了一些体能的训练，类似于 HIIT 吧。总之每次都是练到很想死。等一下，停一下，这个人是谁啊？不用你们说我都觉得很像高晓松，腿还没有人家细。我之前也有一个突然之间的认知，有一天跟同事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进办公室我就觉得很热，然后一边脱外套就说哇好热哦，然后另外有三位同事就说啊不是很热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同事他也一边脱外套就说果然我们这些比较胖的就更容易感到热。在当下我就突然之间有这个意识说啊，原来我已经被划分成是比较胖的了。我从来对我自己身材的认知就不胖也不瘦，我觉得这一点当然也跟整个社会对于女性身材有多苛刻有关，总会觉得说身材好就是很瘦很瘦很瘦的，稍微丰满一点就觉得你是胖的了。言归正传，我练拳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减肥或者减脂，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防身的考虑，就是想要练反应力跟敏捷性。差点忘了说了，我三十天前的体重呢是56.5公斤，体脂率达到了34%，这是我第二天的样子。为什么看起来好像还更胖了？开始拍的时候我并没有养成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记录一下自己的体型，有的时候会在下午或者是傍晚想起来，而那个时候呢我的肚子会比早上要胀很多。其实我之所以会找教练，一方面是还想要继续练打拳嘛，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觉得有一个人可以监督我，可以帮我下狠手。教练还会带我做一些腹部核心的动作，其实跟你们在网上面看到帕梅拉阿克洛维汀他的15分钟或者是30分钟类似的。啊，我只能说前几天是真的最最最累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在经历这种最痛苦的时刻，相信我，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越来越好。如果是我自己练的话，我肯定用差不多的重量做到差不多就够了，但是有教练的话，他可以帮我加重重量，然后让我做到力竭为止。我一会儿要去拍广告了，下午在蛮远的地方，先把饭吃了，然后就出发了。太累了，现在才第三天。
前一天因为拍广告就很晚才到家，然后第二天也很晚才起床。果然减肥途中一旦打破你自己的 routine， 就很容易跌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我昨天吃了蛮多的，蛮多东西。没事，随便吃，随便就好。如果这一天是举铁了，教练基本上会带我练一到一个半小时，我自己会再做半个小时的有氧，有的时候是椭圆机，有的时候是爬坡。想起来冰箱里面有两个光明冰砖，但是我不会吃，三十天之后记住这两个我绝对不会吃的。还有另外一个绝对不会吃的，这两块光明冰砖我是真的没有吃，我带你们去看一下。绝对不会吃的，绝对不会吃的。运动之前先吃了。觉得还是有瘦一点的，你看有吗？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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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今天健身房不开，所以只能在家运动了。我准备跳 Chloe Ting， 本来还准备跳他30分钟的那个，然后刚刚突然间发现自己来大姨妈了，就决定跳15分钟。人就是会有这种经历。今天是来徒步了，刚走了大概5分钟，看一下今天要走多久。前面这个很像什么豌豆射手的这位，他这个真的很像豌豆射手。太猛了一点吧，这个是不是要叫服务员？服务员，哦，我总感觉徒步比去健身房还累，走了大概有19116步，不过呢，应该都已经消耗完了，因为中午跟朋友吃了烤肉，出来的时候几乎是扶墙而出。今天晚饭可以不用吃了，真的太饱了。肯定在有些人的标准里面还是有点胖的。
但我就觉得哎挺好的，我就挺喜欢这种肉感的身材，这个大腿屁股哦，这手臂其实也挺粗的，但我都不会觉得太粗了，我觉得还挺好。垫腿，再来继续反胯。回头看这三十天，我吃的最多的水果就是香蕉，晚饭呢就是吃两片全麦面包，还有一根香蕉，一根黄瓜，还没结束，玉米，然后一个蛋，我把蛋黄给扔了，只吃蛋白，半杯牛奶，因为这个牛奶明天要过期了，非喝了不可，不然会很浪费啊。现在吃的早饭都会是全麦面包啊，然后水果这样子，以前的话可能就是馒头、包子、烧麦。推荐一下咕噜清卡的饼干，我一直都有关注这个博主的，然后他这次出的这个饼干其实也是前两天很馋，然后就想买点零食吃，但是又只能想到一些健康的零食，就很难吃，我根本是不会去买，不会去吃的。然后这个呢，我就看他一直说很好吃啊什么的，我就买来试试看，就属于那种你不能够跟其他的就黄油很多的那种饼干去比有多好吃，但是它在健康零食里面真的还算是好吃的，而且这个可可的我觉得越嚼越香。我是买了两包，另外一个坚果燕麦饼干，最近已经吃的非常非常健康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想要吃一点零食，嘴巴里面有点味道。这个咖啡也是算是今天奖励自己的吧。再回去，还有这一个，真的要跟你们推荐这个傻瓜式的隔夜燕麦做法，铺一层燕麦加牛奶，铺一层切片的香蕉，再铺一层燕麦加牛奶，放进冰箱第二天就可以吃了，而且真的是好吃的。不好吃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这种早上喜欢吃咸口的人竟然早上都吃得下这种隔夜燕麦，真的超级推荐你们试一下，非常有饱腹感而且很健康。昨天晚上做的这个隔夜燕麦超级好吃，我放了酸奶，还有就是咕噜吃喝的可可饼干。哦，我的天哪，好像在吃蛋糕一样的。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吃杂粮饭了，大米我会加一点点，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天，其实我的饮食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能说我的烹调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更多以水煮，然后吃少一些猪肉，也就是肥肉，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肥肉。我的力量真的是大不如前了，以前我还可以举得起来自己的体重，也就是50公斤，现在的话40公斤都会有一点吃力。今天的状态很不好，然后现在小腹就感觉很坠痛，很胀。你们看这个肚子，按压都会有一点痛。
剧，还有整个健身房就只有我的叫声。煮牛杂香菜，加了点生抽，全麦面包加了一个煎蛋，煎蛋煎得太丑了就不给你们看了。教练给我送了一个雪糕。我不吃，我不吃，不吃，坚决不吃。你们看我的肚子。29天，所以现在已经有点胆子大了，中午也吃了粽子，然后也赶迟到了。说句话呀，太强了，谢谢。在健身房听到一首歌，你妈难道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是一首歌，我一直以为是恶搞的歌词。牛肉虾然后一根黄瓜，这个是水煮的，加了一点黑胡椒，基本上是吃的比练的多。可爱吗？可爱的东西还是值得吃一吃，不管了。坚决不吃。起来了，说我是肚子也可以做的，就有一种说不上来很奇怪的一种痛感，但是又不是很痛，就是不舒服。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天有这种情况吧，还想赶紧搞完30天结束。我现在的体重呢是53公斤，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是一个有点高的数字吧。我的体脂在28-29左右，所以差不多减了5%的体脂率。我的肌肉是有增长的，手臂啊，然后背部都有一些肌肉的线条出来，这个是我特别满意的。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壮一点。可能看这支视频的有些人会非常在意减肥这两个字，那我只能说减肥它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两个词。那我自己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减肥，我自己是想要体脂率下降一点，肌肉量更增加。所以如果你也正在减肥的话，真的不要对自己太过严苛，不要看到别人身材是怎么样啊，他那么瘦，他身材那么好，然后就觉得自己要更加瘦更加瘦。最重要的是你跟你自己去比较，这样子的心态才可以放平一点，而追求目标也不用太过激进。这次给我最大的感受，一个就是要吃饱才能减肥。真的，你没有听错，你不吃饱你是减不了肥的。这里的吃饱意味着你要吃更健康更干净的食物，让你自己就是有饱腹感。像我这样子的运动量是非常容易饿的，一旦不吃饱我肯定会选择吃那些高热量高糖分
高碳水的食物，那就完全抵消了运动的消耗的热量了。而我有这样子的运动量，我选择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的时候，它是可以帮助我增长肌肉。吃饱才能减肥，也就意味着不要节食。节食是真的我自己的惨痛的经历，我的血泪的教训。对，你确实靠节食是能够让你瘦下来的，但是你一旦走上节食这条路，你之后只能是吃的越来越少。而它本身就是一种反人性的减肥方式，你怎么可能压抑自己的想要吃的欲望？你越压抑自己想要吃的欲望，以后就反弹的会越快，你会越想要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减肥的人他很容易暴食。所以年轻的小姑娘们真的不要节食。而且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节食减肥下来的人，这个精神状态皮肤都会不好的。第二个感悟呢，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讨厌自律即自由这种话术。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每天去健身房至少一个小时，平均两个小时。我除了举铁、有氧、打拳击以外，我还做瑜伽，如果加上拉伸加上来回的时间，最起码三四个小时。这是建立在我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规划自己的事情的基础上。那你说那些996的人怎么办？你说那些本身就已经是要靠体力劳动就是去挣一些钱的人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就更加不喜欢说有些人身材不好就是你很不自律。有可能他谋生都已经很困难了，他上班都已经很辛苦了，你让他怎么样再去每天抽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去健身房锻炼了？所以我现在更加觉得能够进健身房运动，身材好并不是你自己有多么的自律，而是你本身有这种优越感。我并没有做完知识视频呢就不运动了。拳击方面呢，现在教练教了我高鞭腿，还有就是正蹬，踢得比以前更爽一点了，但是呢也更容易产生一些淤青。我现在脚踝前面的那块肉都是肿的，因为高鞭腿它这个把会更硬一点。举铁方面呢，我现在也仍然在练，等我把之前的课程上完之后呢，可能就会尽量自己去做一些举铁了，因为我毕竟以前也有练过嘛。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这里呢，希望这支视频还是可以带给大家力量。如果你正在运动减肥的话，希望可以激励你坚持下去。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